脸的恐龙还在追呢，哈哈。来来来来来呀，哈哈。好来呀，追不上了吧？宝贝，我们终于把你弄到手了，哈哈。啊哈哈哈哈！累死我了。哎，这回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菲菲哥，我们来分析他的基因吧。啊，好啊。我来，我来。正在分析中，请等待。啊，咖喱，让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待电脑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吧。啊，好啊，这回可立大功了。那当然，有我菲菲一出马，什么事情摆不平啊。菲菲哥，你真厉害。那角皮龙也够笨的，为了一个不够塞牙缝的蛋居然紧追不舍啊。是啊，真固执。他们追不上只好走了。对。这是一枚角鼻龙蛋。角鼻龙蛋？不会吧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分析错了？让我来试一试。基因分析正确，它是一枚角鼻龙蛋。怪不得那角鼻龙死死地缠着我们，原来是它的蛋呀。谁要你的破蛋？哎呀，这个恐龙蛋一生出来就没有爸爸妈妈，多可怜呀！菲菲哥，我们去把它捞上来吧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不就是一个蛋吗？我们应该把它送回去。你想，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？菲菲哥，我们现在就去捞蛋吧。那好吧。菲菲哥，快点，蛋就在前面。好嘞，前进！咖喱，快！是什么鸟呀？那不是鸟，那是翼手龙。翼手龙？恐龙也能飞啊？对，它是一种能在空中飞行的恐龙，特别爱抓鱼吃。菲菲哥，快，我们快去捞蛋。好。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怎么这么大的浪啊？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又有浪啊？菲菲哥，快点，蛋又过来了。好嘞，快点。快点。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不是又有什么怪物啊？什么也没有啊。哎呀，到手的恐龙蛋又没有了。蛋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菲菲哥，在那边。快点。翼手龙。菲菲哥，快点，翼手龙又过来了。
快点儿，别让异兽龙把蛋抓走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咖喱，你刚才看到什么了没有？什么也没有看到啊。咖喱，咖喱，救命啊！咖喱，快过来！难道真的有什么怪物在作怪吗？真的有怪物在作怪呀！菲菲哥，快捞蛋，别让怪物把它抢走了。好。菲菲哥，快快，蛋过来了，快！哎呀，捞到了！哎呀，咖喱，蛋捞到了！啊，太好了，菲菲哥，你真好。咦？这蛋怎么是空的？不会吧？搞了半天原来是个空蛋呐！哎呀，白忙了！快看怪物！咖喱别怕，看样子他不是冲我们来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蛇颈龙。这就是蛇颈龙啊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？让我想一想。蛋好像开始就破了，蛋汁引来了鱼，而鱼又引来了异兽龙和海里的蛇颈龙。咖喱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们不正要提取它的基因吗？快，我们快去提吧！别急，看看再说。它又出现了！菲菲哥，你还等什么？快去抓它吧！别急，咖喱，让他们先斗一下，我们再伺机行动。